Hello and welcome to this edition of Icon. I'm Ji Xiaojun in Hotel Eclat, Beijing, where I had the interview with Peking Opera Master Hu Wenge. This is actuall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interview, where he will talk about hi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also his memories about his late master, Mei Bao.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some performances right here on the spot. Third generation member of the Mei School, founded by Peking Opera Master Mei Lanfang. He is the sole Nandan disciple of Mei Bao, the celebrated interpreter of the Nandan, or male as female, role. From an ordinary performer of Xiaosheng in Qing op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Mei Bao, he developed into an outstanding Nandan master in his own right. In this episode of Icon, we hear the fascinating life story of Peking opera great Hu Wenge. Now, let's talk about your master, Mr. Mei Bao. He is the son of the master, Mei Lanfang. He's the representative of Peking opera. He's probably the most well-known artist of this genre. So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spent with your master, Mr. Mei Bao? 15 years. What was it like, the 15 years that you spent a long time together? He tried to teach you and you learned from him. What was it like? 我跟我师父其实是很特殊了，因为师父收我的时候年龄也大了，我也偏大了，按说是时间不等人，几乎天天跟师父在一起。15年可能是最有价值的15年，这一生对我来说是也是最宝贵的。我曾经跟师傅也聊过这个问题，我师傅问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师傅说我对你好不是说好像光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师徒情，他主要还是一个有一个南旦艺术的传承。他说呢，将来我百年以后见了我爸爸，我也有所交代。他这个就是使我对你的这种要求或对你的时间的这样的掌控可能残酷一些。35岁以后，这到45岁，就是在这这么多年来，这是你最好的年龄时候，你一直在我眼皮底下，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是你关键的时期。我收你时候，你并不是17、18岁，你还有的时间去浪费，你没有时间浪费了。所以你每走一步，对你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要在短时间内要把你培养我的接班人，这是需要时间的。He had a mission at the time, because you are one of his 49, 50 students, but you are the only male actor trying to learn his crafts. So he had a mission also in his heart to try to pass on this tradition. 师父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咱们南丹艺术江河日下了，他这个艺术的传承会越来越弱，不光是人员的弱，艺术上也会弱的。比如他举了像我爸爸会多少出戏，到了我这儿就减一半，那你到了我这儿又减一半，但是再减，他要把它传下去。在他收我以后呢，对我的这个培养，这种真正意义上是传帮带。因为最早呢，教戏，包括他演出带着我，师傅年龄已经很大了，演不了一大出戏了，那么让我演前半部，他演后半部，最后是我整场戏演1/4，他演1/5，就是连教我带我。我记得从拜师，从2001年拜师，2002年春节，一直到2016年的春节，我都跟师父在一起过年的。然后呢，基本上是一年365天，300天都在师父家里。我上次说200天，别人说你哪止200天啊？我师父家的保姆就说了，小秀说，你哪止200天啊？你300天都在我们家里，你哪天不来啊？Did you pay for the food？ 比如我走，师父说明天见啊。哎，我师傅明儿，我说师傅，明天我们到外地演出了啊，那回来见吧。就他都习惯说我明天见了，您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在，就是，而且我们经常到什么程度，就是经常说戏说得很晚。我有次记着晚上师傅说戏给我沏的咖啡，已经1点了，夜里1点了。我师傅别喝了，喝晚上睡不着觉了。现在夜深人静，我的兴头正高的时候呢，喝了咖啡，你有精神，我再继续给你说戏。哇，最早从收我刚开始。初级的，他要告诉你一些技巧多一些的东西。
中期的，他要告诉你一些，就是我们所说一些窍，一些窍门啊什么的。我记得刚开始就是在中间的时候，我演出《生死恨》的时候呢，有一场就是天哪天哪，有一个京剧中的道白，师傅就在旁边站着，就高音的时候就跟着我，就告诉我上，就在那演出现场，就是当时要拍成纪录片就好了。他就开始盯着我，他就怕我这一念不好。天哪，藏，天向我喊女娘好命苦啊！还有就是接下来是唱，也是要有高音，它这是一个大段导板唱，就说呀，这一段要15分钟的唱的，所以这一段唱前面也是高音在后边唱的，所以师傅就要盯你把这一段念完，这段唱导板唱完以后他才走了，他给一个这个走了。So 15 years together with your master, what is his biggest influence on you? 最大的影响，艺术上的严谨，经常我会开着夜里开着车，就是我从师傅那儿都离开了。走到路上了，哎，突然想起有一句念白或一唱，我没理解，或者我找见方法了。夜里很晚，师傅都睡了。我敲门，保姆说你怎么才来？我说，哎，他就对我没办法，我去找师傅，师傅都睡下，说你叫文哥来找你了。哎呦，我都知道他来找我干什么来了，就起来了，把衣服披上。师傅又想起哪个了吧？啊，听完，好，回去坚持，对，这个范儿是对的啊，这句没错，就这种事都是就是太家常便饭了，不像一个老人要休息了，我敬畏他，不敢找他，就已经我就他的家我就随便24小时随便去，但不是说那特殊情况了，也可能大年初一还在说戏，我们在吃饭高兴，哎呦师傅，我觉得那个地方你觉得加不加这一句多不多余啊？师娘说，哎呀，行了，别说戏，什么你非得这个时候大家热闹的时候，你讨厌不讨厌？就到了一种忘我的一种感觉了，就是说。可能这个就是我现在离开师傅以后啊，我经常要演戏或者经常干什么，或者我在教学生，我有拿不稳的时候，我就想到师傅了，想到我再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再去给我在后边提示我要注意什么，下来就是生活的影响。我就是在师傅跟前体会到一点，他的这种接人待物和他的这种性情包容，就是别人开玩笑说你要学你师傅。撞到树上或撞电线上都要说声对不起，可能这话有点夸张了。他就是人的谦和，人的包容。He's more than a master to you now. He's also like a father figure to you even. And you told me during our break that he cared so much about the details, even off the stage, how you dress yourself, you know, to appear in public, things like that. All the details, like kung fu in real life.我师傅坐我的车开车进他们家那个胡同嘛，他不住那个东单，就是胡同现在人很多嘛，他每一次进胡同他首先不让我按喇叭，开多慢都不让我按喇叭，不要影响别人，不能盛气凌人，不能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就命令我，我说那你不按了，这就不人家在那说话不动，你走不走，那也在那就等着，不要按喇叭就等着，那后来一回头一看就说啊，回头哦，梅先生，他还跟人笑一笑。但是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这太假了吧，后来发现它不是假的问题，是你的涵养问题，人可能需要这方面，可能需要，其实你觉得我师父真的是他愿意这么做吗？他是做给我看的，他让我学这些东西。What about in your own case, would you consider in the future when you teach your disciple, your studentWould you consider the same way of spending all the time together, teaching your students all the details, all the 功夫's? 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首先，现在的小孩和现在的情况都发生变化了，跟我是不一样。我是赶上当时那特殊的情况了，现在不太可能那么去做了。真的，首先呢，因为比如收徒弟都很小嘛，小孩可能主要还是给他们打基础多一些。因为就跟我师父当时说过的话，你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我从学习就是也算是一个很特例的一个，一演戏就是主演，所以呢，你这种紧张压力大，就要比正常的戏校出来这些演员要大得多，因为给你的几乎就
就必须成功了，因为别人没有这个条件，你是唯一的。你最早学的不是京剧，学的秦腔，你在这个时候转变过来的话，你的基础你肯定不如他们戏校他们基础好，但这个时候师傅只能给你奖励，只用在你的时间给你多少力，让你扭转这个。So exactly, you didn't start when you were little, in Peking opera. You started in Qing opera. That's your hometown. That's in Shanxi province, the local opera there. And then you're the only student of Mr. Mei's, of the male actor performing these female characters. So do you feel tremendous pressure too in real life from your own circle of Peking opera, from the society? How do you take it? 现在已经好多了，我觉得尤其师父去世以后，伴随着这种关注，同样伴随着这种压力，同样伴随这种社会的这种舆论，就是大家突然开始重视我了，高度的重视我，但是对我的要求又极度的苛刻。我们同行同时在一个时期，在这个时间，在舞台上出点失误，别人从来不会提的，结论矛盾都到我这儿来了，那简直就几乎是要毁灭性的打击了，自己也想不通。后来静静的想一想，因为你太特别了，你一定要承受这些东西，因为给你的荣誉太高了，那你就必须承受的东西。那人生其实走路都不是说一条康庄大路由你去走，那永远是曲折的，就跟我们今天生活一样的，正好的时候突然又来了今天新冠，来了这样的病，人生它就是什么样的打击，什么样的荣誉，好事坏事其实都是要相伴的，要走这一生的。所以呢，你自己一定要认清楚，那我就哪儿不好我尽量去做，你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但是回过想了，你的这么高的荣，给你的这样今天这样的一些荣誉，或者这样的今天这样，你应该是要感恩的。You're now a Peking opera master, but at the same time, I understand you do more than just Peking opera. You do 黄梅 opera, you do I don't know Qing opera, you do different operas, you do dance too. It's multi-talented.舞蹈，因为我是从小学的就舞蹈，五岁时候就进业余舞蹈学校了，打了基础吧。我想这个就是其实对后来作为从事梅派艺术还是有好处的，有益处的。Just like your master, because your master is not like the old-fashioned last generation master. He's also into different areas, and there is one song, I guess, from your master that impressed a lot of people. It's called Pear flower, ode to pear flowers. I'm not quite sure how to say it in English, but this is the song that is extremely popular with Chinese music lovers. 知道你要说什么，是不是梨花颂？对，梨花颂。说起梨花颂，真的是很，真的为我师父骄傲，真的发自内心。因为我记着前两年我在慰问侨胞演出，在海内外，走了欧洲、美洲，走的时候我记着。哎呀，每到一处，一抱梨花颂，底下一片掌声，一开口一片掌声。所以我觉得戏曲、京剧能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老百姓能够易懂，那我师父是功不可没。这跟他从小在学习西洋文化确实是有关系。因为梅兰芳大师呢，他呢是第一个出国演出的。他把西方的文明带入到京剧里，我师父也受感染。从小呢，他受到的教育，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教育，另一方也受到了西方进步文化的。因为师父是三几年出生的，他对钢琴呐、对交响乐呀、对歌剧啊，他都非常非常非常的，而且喜欢，而且懂得也很多。他经常在家里呢，让我看，你看这个是谁的，这个是什么指挥，这什么什么。他说你多听这个对自己是有意义的，吸收他们的这个西方的这种传统文化，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会更开阔的，而不是说是把自己变得就是像个老戏班一样，就是知道戏班这些事情。你要变得就是说呢，要跟世界接轨。Just before I invite you to perform for our audience, one more question about.Carry on the tradition to the futur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way to do it? Sticking to the traditions, word by word,
all trying to find out some innovative, creative ways of carrying it out. 真正的传承还是要一板一眼的，口传心授，因为它是传统的，它必须要这么去做，这个绝对不能打破。就是这个梨花颂，它也并不是说凭空而论就来了梨花颂了。这个呢，首先就是说师傅他的对西方音乐的了解，乃至到后来他同样是把他父亲当年的一个代表作，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拿到四大名旦之首的时候，一个剧目叫《太真外传》，还是杨玉环、杨贵妃的故事这样的一个戏，当时其实是4天要演的，像连续剧一样的。后来他改编，用父亲的《太真外传》作为脚本，然后改编，最后变成《大唐贵妃》。然后出来以后，因为用的是交响乐，用的交响乐以后呢，就一定要有交响乐在这里边所起到的作用。就创造了这出《大唐贵妃》的主题曲，就是《梨花颂》。But is there the space for innovation then? 有，这个《梨花颂》严格意义上它就是结合于就像贵妃这种四平调的这个调式，再有重新给它创造出来的，所以很朗朗上口。而且呢，跟交响乐合作，它起到了一个非常恢宏，既有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听起来非常朗朗上口，又有他交响乐铺垫的这样的一个大唐的盛世的这种宏伟巨篇出现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很好，真的是一个经典的一段主题曲。It's another Mr. Hu that we're not talking about your genre that, well, definitely more knowledgeable now, that I'm learning a lot from your what you're saying to me about this genre. So to our audience, I guess most of our audience members, they're just like me, they have limited information,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this genre. So what I'm asking is a request, actually, on the behalf of our audience, that can you show us some?How do you actually do it on the stage using your falsetto to impersonate a female character? 好的好的。Here we are, and Mr. Hu is going to teach me, show us some basic skills with the hands. But now I see there is a fan here. 这把扇子是我的师父梅葆玖先生在2013年的传承的仪式上，这是他老人家用过的贵妃醉酒扇子。Wow. 然后 ，This is it's priceless, it's valuable with all the history, all the time spent on the stage with the master. This is indeed a very important memorabilia. Also, we've noticed that on the stage, fan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especially with the female characters. 扇子它是也算是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段吧。但是它是根据人物特定的需要。比如这把扇子，你比如说京剧里边，就是梅派戏里边两种，一个是贵妃醉酒用这个扇子，还有像西施最后一场用扇子。它其实也是一个消遣呐、
也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用的扇子，包括像昆曲的牡丹亭的杜丽娘，她也是用扇子啊，用的多一些。How do it's quite a unique technique to use the fan on the stage. 你看，比如说我手拿着，你看这手，你看我的手指，你看没有？然后这个是这么交到这个手上，你看，然后这个呢是翻袖子，这么翻袖子，长腰，然后起来把这个水袖啊拿起来后，然后你看这么放这个手上，然后这个水袖再翻，它就是像礼一样的，然后把它水袖拿起来以后，然后再整冠，你看像面纱一样的，然后呢这再把扇子拿好后，从腰这地方出来，我就开始唱了《灰飞醉酒》。这就是《灰飞醉酒》最著名的那一段海岛冰轮，就是很除了梨花颂这一段是流传最广的。嗯，刚才我在演唱这一段呢，是用的高拉低唱的方式，就是男旦的一种唱法。因为《灰飞醉酒》呢，是梅兰芳大师专门设计的一个用高调门低唱，就是胡琴拉的在调面上的，就是最高，很响很亮，唱的是低八度唱。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呢？首先男旦的音色中音区是最好听的，很游刃有余。第二个呢，杨玉环当时是在皇家的后花园，晚上在那个月光下，月亮啊什么那样的一个非常宁静的晚上，而且他又是贵妃，他又在等候唐明皇，那时候怎么都不适合高扯着嗓子去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人物连唱的这个就是说意境也得跟这个人物合适，要贵气，要雅静。假如说我再给你做个示范，你就是不是这个人物了，他不是杨贵妃，他没有贵气了。 So this is again showingHow this is about Kung Fu, you know, what he meant by Kung Fu on the Peking Opera stage, where you have to attend to all the details to make sure that you're presenting the right character, whether it's a male character or it's a female character on the stage. This is what he's calling it for numerous times, it's Kung Fu. So show us something like, you know, you're angry with your fan.比如说杨贵妃生气了，皇上不来了，有个亚亚翠就骂他，咱俩对演一下吧，你就记住词儿，我给你展示这，要不然我一人不好演啊。你说高力士给娘娘敬酒，你说这句，然后我说敬的什么酒啊，你需要敬的通宵酒啊，然后杨玉环不高兴了，呸，谁跟你通宵啊，就这意思啊，开始扇扇子，高力士给娘娘敬酒，是敬的什么酒？
敬的是通宵酒。呀呀，催欢迎你们通宵。他也生气了，我在借酒消愁啊。通宵嘛，他不爱听这话嘛。高律师说的，他们呀呀催你，但是呢，你看啊，你要跟是老百姓，可能就是呀呀催，就这么狠。但是杨玉环她毕竟是娘娘，嗯，你看，呀呀呀催，她还不能生气，也不是，也是有贵气的。This is the empress， 天生与生俱来的这种贵气，娘娘，对，这就是最生气了啊。But what I'm most happy about, I performed with Master Hu.I was the eunuch. Anyway, this is fun. Any hand movements? 这个我来一下啊。嗯。他这等于是卧鱼儿，先是这卧鱼儿窝，这不是半蹲，那不是卧鱼儿窝下去以后，看见花，然后你看这个手把他的花跟过来，这么拉住，往回，鼻子，然后起来。转身找唐明皇，哟，他不在啊，我这花给谁呀、啊、花跟我一样被他抛弃了。你看没有，他就对花的一种，这个是把它拿过来先闻，觉得好，爱不释手，然后这个手再把它交过来，再把它拔下来，再把它放回去，再拿过来。你看这个手是扶的衣服袖子，这手是纹，不能搁到这儿纹，搁到底下吸两下，然后醉意朦胧还得看，往后伸着看一下，你看，然后慢慢起来。 All the details are fit with the character, the setting of the character on the stage. I know that this is something I can never do in my life, so that I'm sure about. What I'm also sure about is next I'm going to invite Mr. HuTo show us the masterpiece,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the representative pieces of his and also his master's. Hey.